爸妈早就想见你了。那谁大晚上见啊？这几点了？那你没啥时候见啊？你给我两天时间让我准备准备。准备啥呀？我好歹也打扮一下呀，是吧？丑媳妇要见公婆。你意思我丑呗？那我走。那我走行吗？我走行不行？不行。那他咋？你咋来了？蹲我呀，在这儿？找你有事，哥，找你好几天了，你跟我出去一趟呗。上哪儿啊？哎呀，不是，这都没外人，啥事你说呗。那要不然你先跟他去，我先回家。啊，那行。嗯。你慢点，路滑，下雨了。拜拜。嗯，慢点啊。你开啥？上车吧。来这儿干啥呀？我也不喝酒啊。不是哥，你看后面。啊？看后面，穿棕色风衣那个，我见到他好几回了，老来。你帮我去要个联系方式。这事你找别人，我整不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。整不了，你长得不比我强吗？你自己去呗。主要是你这个气质吧，一般人没法拒绝。我啥气质啊？魅力，王八老弟，说个话都不敢吗？这么废现在？就一回，就一回，快去吧，哥。就这一回啊？啊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啊，我大冒险输了，过来跟你碰一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没恶意，是这样，我朋友他在这儿碰见你好几回了，想认识你，我帮忙递个话，他不好意思，啊，就这个，我看你也是一个人，咱方便的话就交个朋友呗。是你想认识我，还是他想认识我？啊？是你想认识我，还是他想认识我？啊，都想，都想。行啊。啊，同意了。那行，那去我那儿坐吧，走吧。哎，行，那我帮你，给我吧，我帮你。哎，走走走，别看了，往里坐呀，那一点眼色没有。你坐这儿吧，美女。这不能坐吗？这有人吗？啊，我胖，坐不下，你就别跟我挤了，是吧？这是新阳。你呢？啊？叫什么？啊，叫我佳乐就行。雅雅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要不我们先碰一个？啊，行，碰吧，来。慢点，咋这么沉呢？我开门。你这人行不行？啊，没事，上车吧，下雨了，快去去去去。上车。哎呀，没有那个量，喝它干啥呀？慢点。太高兴，喝多了。见笑啊，没事儿，他挺可爱的。确实可爱，我这哥们儿吧，人不错，是个好人。然后，如果你觉得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多了解一下。没有也没关系，直接说就好了。那你是好人吗？我好不好不重要，你们好就行。挺仗义，听话。哦，我听见了。是不是我在这不方便接啊？哎，啊，我回去，现在就回去。哎，你先吃吧，不用等我了。嗯，好。彤彤，女孩名字，你朋友啊？女朋友。明白，都是好朋友吗？不是，你明白啥了？真是女朋友。咱俩第一次见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我没解释啊，这我到哪儿都有朋友。我哥是个人物。躺着得了，化成蜜了，喝多了。他说的真的假的？你觉得呢？万一是酒后吐真言呢？行，你想你爱咋想咋想，好吧。这是你女朋友送你的。雅雅是吧？我交个代价，
然后呢顺道就把你给送回去啊。谢谢。客气。